收看《百变玩具屋》。本期的节目由我们的小猪佩奇以及他的弟弟乔治猪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然后我们这边呢还有我们的好伙伴，我们的臭皮虫。好，本期的节目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的这一款小飞机的一个安装步骤。好，小朋友们，我们上期的节目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我们的这一款飞机的一个拆解的一个步骤。好，那本期的节目就由我们的小猪佩奇以及我们的臭皮虫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这一款飞机的一个安装过程。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里呢有几块很大的零部件啊，一个我们的蓝色的部分，一个橘黄色的，我们橙色的，然后这一块呢是黄色的一个零部件，然后剩下来呢，这边是一个圆形的，然后这边是一个弧形的，这个呢，这个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应该是一个螺旋桨，然后剩下的就是我们的螺丝。看一下我们的小猪佩奇和弟弟乔治，我们站上面的呢，这两个是我们的辅助轮啊，就是起飞的轮子。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把我们的这款飞机啊，我们的几个零部件啊，给它拼装起来。好，首先看一下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我们的驾驶舱，我们驾驶舱就是这样，把它给摆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绿色的放入我们的蓝色的这个零部件里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和大家一起来完成的这一步啊，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机翼啊给它放到这里，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飞机的这个底部的位置给它插接上去啊，这样就完成了。然后我们再机腹的位置，我们给它拧上一颗黄色的螺丝。好，它拧进去。然后我们看一下正面。好，我们再一转身，我们的绿色的这个驾驶舱的位置呢就搞掉了。没关系，我们这边给它装上一颗螺丝，给它固定一下。否则的话，我们这个驾驶舱没有办法升上来的。好，看一下这下可以吗？好的，没有问题。来看一下我们的驾驶舱已经升了上来。我们这颗螺丝呢，我们需要给它拆掉，因为前面还有一个绿色的零部件，我们需要安装。好，我们现在开始把几个大的部件呢，给它先固定上去。好，这边是一个黄色的我们的机头部分。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来给它装上螺丝了。前面这颗给它拧上。好，这边看一下我们两个机翼的部分，一边是有一颗螺丝来固定的。好的，往前一边，这一边呢，再给它固定起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已经固定了1、2、3、4颗啊，加上我们底部和一颗黄色的，一共连接了4颗螺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边呢，还有它的起飞的轮子，我们给它连接起来。好，装上飞机轮子，固定一颗螺丝。边轮子完成，然后另外的一边呢，也是同样，我们给它装上轮子，然后固定上螺丝。啊，我们螺丝又跑掉了，没关系，我们再给它重新装上去。好的，飞机轮子装好了。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只剩下两个零部件啊，一颗螺丝。然后这一颗啊，这一片零件呢，是我们的螺旋桨风扇。好，这个要装在我们的机头位置。这
几个螺丝，我们把它固定起来。哇，我们的飞机大功告成，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臭屁虫，我们的小猪佩奇，以及我们的弟弟猪，我们的乔治，和大家呢一起组装了这一款小飞机。好，我们刚刚使用的工具呢只有把螺丝刀。好的，小朋友们，感谢大家和我们的小猪佩奇以及我们的臭屁虫一起分享了我们精彩的飞机组装的一个游戏。感谢大家的收看，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哦，再见。